干过的。喂，不带拿三楼锅，都回来了。我就有那么。干蛋你要煮吗？我们都是那些些。那孙子怎么样？人家说的嘛，三年后，那要是跑上去了，俺们就不行了。我白天呢，有那么三楼。现在这个风大了，已经断了，没水电了。现在就是。